阿里里亚，阿咱注意伫线上诶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阿咱今仔安息日继续啊，要来讲到单一历史诶财经啊，就是即个大意象诶即个内容啊，即、這个大精神诶意象啦，吼啊，即、這个内容诶部分，咱来看单一历史诶财经。啊，咱顶回啊来讲到啊，即、這个三十五章。三十五章，你甲看到啊，即一寡智慧人啊，有诶就拍倒啊啊，讲起来嘛真可怜哦，真可怜哦。来，咱一再继续啊，要来讲到三十六章。其实啊，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啊，伊只所讲诶，即就是末日即个小角哦，诶一个宗教诶作为。哦，宗教的作哦，所以其实按三十六章开始，伊所讲的这个内容啊，参历史上啊，这个北方王安提阿哥四世啊，伊所做的并不是完全吻合啦。哦，不过是用伊来做一个模型，要作为无同的时代，这个敌基督的目标。敌基督的目标，并且啊，要将要特别来指着末世啊，这个小角的作为哦啊，你也想为什么特别讲是小角？这角啊，角就是吼、哦、锐利哦，力量哦。咱看，咱来讲角头，角头哦啊，就是安尼啊啊，这一款的恶势力哦。这款的恶势力，来，咱看三十六章，这王啊，的确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啊，所以这个任意而行呢，啊，伫这个但以理书内底啊，你来看这个啊八章的记载，八章记载啊，啊，伊后边记载的后边，就是讲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任意而行。啊，所以八种四十这个大家这个江绵羊哦，这个啊，任意而行。啊，你搁看啊，这个十一种的第三章，十一种的第三章，哦、啊，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即将大权，随意而行。这随意而行，意思嘛是咧讲任意而行，教育的意思啦。啊，教育的意思，伊要安怎就是安怎，哦。啊，过来呢，啊，伊这大家当然啊啊，你拢咧指着这王吼，那、哦、一旦啊，那顺利的先吼、哦，啊，伊有成就的先，拢是任意而行。啊，你搁看这财将的十六章，财将的十六章，哦，来讲就伊的的确任意而行，哦，这就是。在讲到安提阿哥三世啦，哦，安提阿哥三世哦，啊，所以你来看哦，啊，这个到愈到末日哦，啊，这个小角啊，伊的这个作为就是安尼，任意而行，啊，任意而行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个想，啊，为什么人凯拢会当任意而行？啊，人伊都成功啊，人伊都有官兵，有势力啊。哦，所以要安怎就安怎啊！哦，啊，咱开无法度，啊，唔是啊，咱无法度啦。啊，咱虽然哦，伫身份上，咱讲做神的囝足尊贵，啊，但是呢，啊，无啦，你伫世间所扮演的角色，就是卑微的。哦，伫世间所扮演的角色是卑微，所以啊，格林多前书伊就甲咱讲的啊。哦，咱食着肉体条件比精算的什么尊贵的无济啦，大多数拢是中下阶层的。哦，啊，你中下阶层，你要到我都任意而行，迄是无可能啦，这无可能。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看这王吼任意而行，啊，过来呢，哦，咱回到咱财经的三十六章，哦，啊，佮主歌主代超过所有的神，哦。又搁用基于的话来攻击万神之神，
哦，万幸之事哦。啊，伊个咧啊，家书行动哦，家书行动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，因为所定的事的确成就。哦哦，啊伊啊，超过所有的神哦，主哥主来个超过所有的神。因为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啊，伊家己啊，就是这个丢失的化身哦啊，伊因为啊希腊化的这个神话来对这个丢失啊啊我也喜欢叫做宙斯哦，伊讲啊，伊就是这个丢失的化身呐、啊，伊本身的这个定性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啊，伊轻视其他宗教所拜的神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呢，啊，伊嘛敢到啊，伊国内各神庙去夺取啊，遐个宝器甲财物，啊，咱现在讲诶，唔管时代安怎演变，宗教团体拢一定是有钱诶啦，拢有钱，哦，善家是一般人，宗教团体拢是好业，因为啥？你注意甲看哦，所有的宗教团体拢是要叫人捐献，拢要叫人交钱。因为啥？宗教就是维系咱人的一个精神顶面，一个寄托、寄托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拢爱交钱啊，啊，所以宗教团体拢做有钱啊，拢做有钱。所以啊，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，伊认为伊本身就是生命的显现。啊，就是丢失的化身，所以伊到伊国内各神庙啊，去甲伊夺取遮宝器财物哦。又个呢，用奇异的话啊来攻击万神之神哦。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啊，伊嘛要来攻击万军之君哦哦，伊嘛来攻击天顶的神啊。咱来看啊，八将里我战。被将的五十，伊用关术成就手中的规矩，心内自高自大，伫人坦然无比的心，非要夺人，徛起来攻击万军之君。哦，攻击万军之君，即系攻击这位神呐、啊。哦，但是伫第五十只讲吼，啊，最后唔是人的手来灭亡呐、啊，因为即个安提阿哥四世啊，啊，伊伫主前164年啊。说破病死，破病死。啊，讲啊，是的，讲到这，咱就去气啊。伊唔是人的手来死，啊，照你讲，应该是爱死伫人的手，这人这么罪恶，伊在破病死，啊，破病死的啦。哦，应该是都爱互伊凄惨死、艰苦死，才对，这人这么罪恶。啊，但是哦，啊，看起来神对要未歹呢，啊，佫真恩待伊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佮看这《单一历史》的八章仔仔，哦，伊佫吼自高自大，以为高级天上之君，哦，比天顶的神较大，拄着献乎君的犯罪，毁坏君的圣所，哦，这，吼、哦，你佮看伊的出头真济，哦。要献予神的犯罪毁掉，神的圣所甲破坏，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伊的结局是啥？破病死离啦，哦，唔是艰苦死、凄惨死啦，唔是啦，对啊，伊应该的，这款人应该爱互伊伫个真凄惨中间来死，唔才对，安尼唔才有神的公义，敢是？啊、所以有当时啊，哦，真正咱也无真大的信心啊，这个信用实在是持守袂掉。要这款的人啊，神啊，佫唔是互伊凄惨死啊，唔是互伊凄惨死。哦，好啊，佫来，咱佫回到当来看单一历史的宰章，咱看36章，并且伊不但攻击万神之神，伊佫啥，家书相通。哦，直到主啊愤怒完毕啦，哦，所以那要认真讲，这是神借着伊的手来管教这犹太人，
神借着耶稣来管教犹太。啊，对啊，这是圣经的讲法，这是咱有信主的人你也安尼讲，但是对着无信主的人，啊，你这个讲法根本是咧讲笑话嘛，敢是？那伫外邦人来看，啊，你的神就是红拍败。你讲怕牌，那个讲较好听，甲讲啥物哦啊？这啊神借着这个啊安提阿哥诶手啊啊，要来管教这犹太人，这犹太人就是吼啊，无遵守神的诫命啦啊，所以吼、哦、要来甲管教。但你讲这是啥物听啦？啊，你讲这啥物听？无啦，真难啦！哦，包括伊安那侮辱天顶的神，安那毁坏圣所，哦。对啊，啊你伊安那做啊？这奇怪啊，开无马上遭受神的愤怒啊，无啦。哦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做这代志，咱实在是无多理解，无多理解。哦，所以你该想、哦，阿伦的囝，敢那献上反悔神的放火甲烧死啊！啊！以这侮辱天顶的神，佮毁坏圣所，唔安都无代志。你讲啊，你莫讲无代志，啊，唔是讲后来破病死，唔咪你讲迄、那個，啊，世间有偌济人破病死的，人伊佮有侮辱神，佮有毁坏神的圣所，敢有？无啊！我开拢白白破病死，你这边啊，彰显神的官兵，彰显神的公义，啊，神所定的这规矩，哦。啊，奇怪！哎，不不，伊安尼迫害安尼啊，安尼乌白做无代志，所以这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圣经你若捌愈济，真正讲诶，都爱有真好诶灵修，若无你诶气势，你诶气势，哦。所以真济代志。都不是像咱所想的安尼啦，哦，所以过来，你甲看哦，伊讲伊行事行通哦，反倒强在讲，敢是违背神的，就会足凄惨，错了，唔是，为什么？包括本来属奉神哦，是神的选民，后来伊违背哦，来背逆神，啊，敢就会足凄惨，无一定，为什么？我强在讲。人若要违背神，你会得到魔鬼的帮助啊！你会得到魔鬼的帮助。为什么？魔鬼要让这些虔诚的人看到。啊，你违背主，但是安那？你是咧烦恼啥？唔免烦恼，我有你靠，我帮助你。最后说唔帮助你，我帮助你，要让这些虔诚的人去对心观，就是讲。你虔诚来敬修神的诫命，啊，当你是得到啥？无啦，嘛是无。你讲有得到啥物好处啊？无。你讲哦，啥物心灵的平安啦、啊，属灵的福气啦，嘛，但是你有看呢？啊，你用倒一只目睭看，你讲我听。啊，无啊，对。所以，方道强在讲，这份信仰咧讲的，就是信心。信心不是凭着眼见，是凭着咱对神那份坚定的信念。哦，所以，你愿意相信，才会当得到最后的福气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行这条路的人真少？啊，半途而废的人搁真济哦。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真正会当告诉遐个。毕竟是少数哦，毕竟是少数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甲看哦，这个王一个行通哦，一个行通，这拢是啊有神的旨意啦，有神的旨意哦。不过外邦人对着咱咧讲神的旨意，完全是嗤之以鼻。为什么？啊，你若无法度解说，你就讲神的旨意；你无法度自圆其说，你就讲神的旨意。我啊，你这。你阁真好讲呢，吼！哦，你拢真有一套呢，哦，啥物货都拢神的旨意，啊，其实你就是无多自圆其说嘛，敢毋是？哦，啊，但是咱话阁讲倒转来，
确实有影，有足侪代志咱袂当了解，咱干那会当讲，这拢有神的旨意。哦，因为那照圣经讲的，你虔诚敬畏神的，哦，神拢甲你看顾平安呐、啊，对不？哦，神做你的挖苦，做你的搬救啊，哦，对啊。在足侪代志，咱袂当理解，都亲像咱这回啊，这个火烧中华遐火烧，啊，咱一个团队者，嘛是伫这场的火烧中间啊来死亡。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咱的团队者。那你唔是讲服侍神、敬畏神的人？哦，啊神拢要给伊挖苦，拢要做伊的帮助，做伊的搬救，啊奇怪。遐侪人较死死的，你阁其中一个，啊对，所以这就是咱无法度理解，所以咱敢来当讲，神有神的旨意啊。哦，咱只有顺服啊，咱只有顺服，咱袂当讲啥，哦，啊咱嘛无法度明白，哦，为虾米安尼？哦，咱嘛无法度明白啊，因为神要安怎定，这咱拢唔知，这咱拢唔知。所以在信仰上，咱干那会当用着虔诚敬畏的心来面对咱所遭遇的一切。哦，这信仰就是安尼啦。哦，信仰就是安尼。好，过来呢，伊伫这节内底三十六节，伊才讲所定的事啊，必然的成就啊，必然的成就，就是讲吼、哦、神的计划最后拢会实现。哦，神的计划拢会实现啊！但是啊，神到底计划啥，你知无？啊，唔知，啊唔知啊！哦，哎，讲诶，所定的事最后拢会成就，等神伊的计划拢会成就啊！对啦，过来呢，伊讲这暴君吼，最后拢会受到审判啊！将来当然大家拢会审判，你讲这唔加讲诶，你阁无做暴君，将来嘛爱面对最后所有审判，敢唔是？哦，但是伊则讲啊，这暴君将来受到神的审判。哦，所以呢，讲起来，为什么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会足艰苦心？对啊，啊，伊看到伊这个同胞遭受这款的这个灾难，当然足艰苦的。啊，伊阁未当看到这个暴君是安怎受神的审判，那个无啊，对不？那个无看到讲暴君啊安那凄惨吗？啊！你敢那看到啊？伊安那咧吞打这个酸民啊，莫怪。但伊你也足艰苦心，但是但伊你会当创啥？无法度，伊无法度做，伊啥物都无法度做。我、哦、就是讲，神可以看到这将来的这异象，但是伊并无法度改变。所以伫只团队要甲咱讲。咱将来要面对啥？你有想要事先知无？我甲你讲，也是卖知较好。为什么？就算互你知，有若未当改变哦，未当改变要发生的代志。安尼，若假使是好的，当然咱足欢喜。啊，若歹的咧，若歹的你要安那？你感谢怎规日拢咧恶作，对不？啊！你该会讲求神讲啊，主啊，这你的旨意，敢是会当做一个调整？我甲你讲，神所定的旨意是无改变的，未因为讲你祈求啊，就改变无哦。神要做就是要做，伊定的旨意就是安尼，这无人会当改变神的旨意哦，并且呢，改变神的旨意通常对咱来讲拢是歹。歹啊，无一项好诶啦！你看希西家，伊做恶作咧，伊对神则虔诚，结果伊得了啊，即、這个恶性肿瘤，哦，得着恶性肿瘤，因为后来啊，伊西亚用一个无花果饼来打伫伊诶身躯啊，伊即病就好。所以呐，依咱即摆来讲，伊应该是生恶性肿瘤。神借着以赛亚甲伊讲，讲你爱留下遗命，
因为你这个病得开始，不但安呢，当时犹大国佫特别灭亡，特别叫阿述佮并吞，伊足唔甘愿的啦。神的旨意是讲你到家就爱死啊，你有甚物代志爱经交代？所以以赛亚唔甘，希西家唔甘愿啊。啊！伊唔甘愿，伊向神叹口祈求啊！本来伊西亚要走啊，啊，也未离开王宫诶，神阁叫伊转去，讲啊，你诶祈祷神有听着，安尼好，神予伊阁增加十五天诶生命。所以后来阿述无再调甲犹大并吞，哦，因为神派使者一暝之间杀185,000人。安尼对希西家来讲刚好，到后壁咱甲看下来，歹。为虾米？因为希西家病好起来了，伊得到尊严富贵，哦，足侪人来甲伊恭喜送礼物，哦，伊得到足侪财物嘞，得到中真大诶尊严。但是圣经讲，希西家无照着神予伊诶应来报答耶和华，因为啥？伊诶心煞起了骄傲，起了骄傲。所以希西家改变神诶旨意，予伊生命延长，最后对伊来讲是歹。为虾米？神向伊反怒，神无欢喜。心无欢喜，所以也就是讲哦，也就是讲，圣经要予咱知影是啥？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有可能神甲你安排人生的结局是啥？伫物质病痛中间结束你的人生，够有啥物尊严？无，你的国家伫要灭亡啊，阿述伫要甲你消灭啊，哦。咱别人做王，竖起竖起，你做王煞着恶行中蒸馏要死啊！伫破病中间爱死啊！啊，我一世人则虔诚服侍神，神甲我安排人生的命运，就是伫即款物质病痛中间来结束我的人生。你敢想，找几个可以咽下这口气？还比我较歹，安尼这逍遥安尼嘿？竖起竖起，啊！咱只虔诚服侍神，结果咱的结局竟然是安尼，这当然唔甘愿啊！哎呀，唔甘愿你个寻求，结果神真正改变，改变的结果煞歹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团队要甲咱兄弟提醒，咱唔免心神别人得到神偌济恩典，因为你爱考虑哦，得到神的恩典。拢就是爱照着你所得的来报答神，啊那无神的对头，神的受气，哦，所以你甲想，为什么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，从希西家才敬畏神，神该安排人生的结局是这么凄惨，这么歹，对啊？为什么安尼？这就是团队讲的，将来的审判就是计较甲比较，也就是讲，你对神真忠心、真虔诚来侍奉主，结果神给你的是啥？无好，无好。这就是讲，要让你伫这款的条件之下，要看出你的心敢是会当坚持到底，敢是对这位神持续忠心。因为你若当安尼做，我常在讲，将来审判就是计较甲比较。你若安尼做，你会定足侪人的罪。这就是我一再强调信仰的观念。神常在拢会用这款的模式要考验一个人。但是若安尼咧，你看是鼓励周围的人，还是让其他的人跌倒？大概唔是讲哦，信主有平安哦，啊，信主拢得到神的，诶，这个祝福安怎哇？讲的拢好诶，对，唔捌奇怪。啊，接下呢？啊，好人无好报，干啥呢？哦，对。所以，
这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信用最艰难的所在，就是在这儿。哦，绝对不是像我们所想的。哦啊啊！你敬畏神啊，神啊，那给你祝福哦啊，拢给你哦，安尼假假数是你的人生红光，还真光彩，真荣耀，真大家人传播。我常在讲，那假数是安尼，那假数是，就亲像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遐所讲，敬畏神、修行、改变的哦，出来蒙福，你嘛蒙福啊！你本身所生的，你所经营、所做的，神拢给你祝福啊，给你安尼丰盛有余。做头无做尾，那真正像伊讲的安尼，这道理敢着爱去传？我甲你讲唔免，大家闻风而来，大家都要信，敢是？啊，说敢真正安尼？当然唔是啦。所以伊咧讲的拢是啥？属天属灵的福气。伊咧讲的是拢讲这哦，唔是属世属物质的丰盛，唔是哦。唔是哦，啊那无，咱讲诶，啊咱教会虔诚拜神诶，敢无有啊？足济啊！啊那像《生命记》二八章安尼讲，嘛大家走到最后，大家都拢做大富翁，敢毋是？敢是？哦，啊那照经言讲，敬畏神是知识诶开端，嘛是智慧诶开端。啊咱自细汉敬畏神，一直到中年老年，嘛照讲，咱嘛智商拢超过200。得到知识甲智慧，哦，日日增长。啊，大家忙做博士，够影无啦？无啦，唔是啦。所以伊咧讲诶，迄拢是属灵诶啦，是属灵诶。哦，但是咱咧讲属灵诶，对外别人来讲，这足讽刺诶。我啥叫属灵？灵，灵啊！就是无半项，我属灵的好处，无半项的好处。所以讲起来，为什么行这条天国路的人少？你讲这什么好处？伊讲啊，这我无稀罕，无稀罕，无在乎啦。重点出在这，哦。所以呢，你有要信无？这是你家己的决定，哦。但是。信用上界真实的一面就是你家哦，这是上真实的一面哦。啊，咱所听到的一般是较鼓励性哦。后来咱看37节，伊即卡无顾伊咧做的神，嘛无要顾妇孺所传播的神，无论啥物神，伊都拢无顾，因为伊即卡自大冠过一切哦。伊讲伊无要顾伊咧做的神。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啊，因为伊真尊重这个希腊的这个宙斯，超过因北方啊，这个叙利亚所拜的阿波罗神，哦，因为因的做所拜就是拜阿波罗神啊，但是伊唔是，伊是要拜希腊的宙斯，所以另外呢。伊做王了，伊来抢夺了伊国内即个一寡庙宇的财宝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无故意来做的事。伊来做着拜阿波罗，什么啦？阿波罗，阿要去登陆月球呢？阿波罗啊，所以呢，伊也抢，是伊即个庙宇吼，介有钱啦，你来抢就有啦，啊，就是安尼哦，过来。伊嘛无要顾这妇孺所传播的神，所传播的神啊是啥物神？来，咱看《以西结书》的第八章，《以西结书》的第八章，咱看14节。伊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向北的门口，谁知影伫遐有妇孺坐着为这个塔摩斯来咧叩祭？为着塔摩斯，这塔摩斯是近当的妇孺所拜的神，所拜的神。啊，这个塔摩斯啊，这是一款蔬菜的神明啦、啊。伫热天吼、哦，大暑中间吼、哦。
这个蔬菜呢，拢会凋谢嘛，哦，啊啊，就表示讲吼，啊，就死亡啊。啊，所以吼，伊讲爱用这个哭泣、这个眼泪吼，来给伊叫醒，吼，伊搁在复苏。啊，其实这个医生嘛是一款救护的礼仪。啊，这个塔摩斯是巴比伦人的阴间之神，阴间之神。啊，伊的这个装扮的衣饰啊，其实拢真淫乱，拢真淫乱。好，所以伫圣经内底咧讲，而且来拜偶像，注意下这，我甲你讲，伊咧讲的拜偶像，拢参咱即马所想、所理解的拜偶像无同。因为伊迄个拜偶像拢牵涉着淫乱，拢牵涉着淫乱。哦，你去拜偶像，你就参内底庙祭发生关系。啊，迄庙祭毋是一半个啊，迄有诶拢几啊百个、几千个。哦，啊，所以咱讲诶，为虾米以色列人会爱要来进迦南了会拜偶像？神讲我圣洁诶，所以你嘛爱圣洁，注意下这。干那即句话，我甲你讲，会多足侪人。为啥人就是淫乱呢？神讲伊性格，啊，其实人就淫乱呢？为虾米？神造人，人就是有情欲，情欲就带来败坏、淫乱。哦，啊，你即个拜偶像，就会当满足淫乱的欲望。哦，会当满足淫乱的欲望哦。啊，所以讲较歹听，即毋免人教吼，咩？大家乐此不疲，因为啥？这也做人性，这也做人性，吼、哦。所以人性就是误会，人性就是误会。所以若要认真讲，神甲咱讲，哦，爱伊性格，咱就爱性格。我甲你讲，足侪人会倒，因为啥？啊，人都拢无性格啊。其实圣经跟你讲的性格是不止伫男女关系，但是咱即马唔免讲遐济，干阿讲男女关系就无性格啦。要会当持守性格的足少，足侪拢会倒，拢会倒。哦，所以开始拢咧讲的迄、那个大淫妇，大淫妇受审判是啥？伊要用这个淫行来败坏这个世界，败坏这个世界。重点是对啥？就是对神的选民，因为伊要让这个世界风气认为讲，啊，这都足正常诶，这都也无啥物，这都参食饭、啉水同款，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遐无啥物罪。所以你甲看，咱诶法律嘛通过，这个通奸除罪化无罪。无罪啊，所以我就甲你讲，有罪的就是只个无通奸呢。哦，通奸的是拢无罪，是无通奸的才有罪，哦、就变安呢。好、哦，所以魔鬼会甲你创造真侪有利的条件。哦，诶，比如讲哇，这都无啥货，迄都无要紧，啊，迄拢无要紧。啊，你讲我啊，神讲袂使，你也咧插伊。啊！你也咧插伊，神讲袂使，讲罪去讲啊！啊，做罪我去做啊，对无？啊，犯错也毋是干呐，我一个世间一大堆拢是安尼啊，对无？哦，所以咱有一句话咧讲诶，法不责众。即、这个法定讲要安怎啊？但是嘛，大家拢犯啊，啊要安那？要犯啊怎？无代志，咱毋免处理。但是你想对神来讲，敢有可能？迄你免想，所以施洗约翰甲百姓讲：，你若无要悔改吼，神按阿会当按石头堆兴起阿伯拉罕的子孙啊！这石头堆还无生命哦，神会当会有生命？按无够有啊！也就是讲，你唔忙掠做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，依然即马来讲，你唔忙掠做讲你是做神的儿女，你归属神啊，特懂啊，唔是？你未当教主的要求，你未当分别为圣。我甲你讲，你的结果就是被淘汰，神无可能要定。
哦，无可能要涨哦。哦，这点是哦，足严重的。哦，咱唔通枪台拢想讲啊，神都是爱啦，神拢会下面啦吼，拢、会怜悯啦，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下面人的神啦、咱卖伫遐咧喃喃自语，卖伫遐咧做迷茫。哦哦，咱你爱怎样吼？哦，神所看重的是啥？神所看重的不是讲做伊的理路神的看重呢，神所看重的是虔诚敬畏伊、遵守诫命的人，这才是伊看重的。哦，这才是伊看重的，这点最要紧的哦。哦，所以呢，咱爱注意。所以伊这大家呢，咱就回到当来第一历史，在章三七节。所以吼、伊伫遮呢，伊嘛无顾着妇孺所选无的神，伊咧拜这塔摩斯，这伊嘛无咧个要伊啦，这妇孺咧拜塔摩斯，伊嘛无咧要伊，因为因这妇孺咧拜塔摩斯的这仪式嘛拢足淫乱的，足淫乱的。好，伊过来，伊讲吼，无论啥物神，伊拢无要顾，所以除了丢失以外，剩的这拢毋是啥物神啊。所以伊一世界这庙宇的财产，伊拢去遐抢，伊拢去遐抢，哦，拢改收归国有，哦，再来呢，伊呢啊，主宰管过一切，哦，主宰，因为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啊，伊呢，伊家己做神呐、来，咱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，咱看第四章。第四章，伊是得当主高大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作神的，参一切受人敬拜，甚至坐伫神的殿，自称是神。哇，你甲看，这人自高自大。到最后就是变安尼，这安提阿哥四世，伊认为所有的这拢毋是神，伊拜这个丢失，伊讲啊，我就是丢失的化身，其实呢，伊嘛是伊的军事力量做伊的瓦壳，我就是神啦、我就是神，所以你甲看，世间人。就是因为伊成功，因为伊顺利，所以伊毋只敢讲即个夸口的话。一个平凡的人，一个无啥物大作为的人，你敢会自高自大？但你是凭啥物要自高自大？对啊，伊讲，我自高自大，就是我比人较比别人较厉害啊，我条件比人较好啊。但圣经甲咱讲诶，咱所有的一切拢是按神来诶。你今仔会当做王，嘛是神互你机会，所以但以理书当提时，神对尼波甲尼撒讲诶啊，至高者是人诶各种掌权，要将国属我上就属我上。但咱来听即句话，咱听起来你会感觉足讽刺诶。神所属诶拢是属我者背逆无认捌伊诶。对吧？咱虔诚跟对主，伊较唔予咱做王呢？这你唔免想，无啦。因为啥？你做王，你就变歹啊！做王，你就变歹。迄、那个整个人的心就改变，人的心就改变。你所考虑的就无遮单纯啊！因为做王的有足侪算计，有足侪顾虑。足侪顾虑，有足侪拢以利益做出发点，唔是以信用的角度做出发点。所以呢，这个安提阿哥四世，你甲看，自高自大哦，管过一切，伊根本就是以家己当作神，我就是神啦、我就是神，因为啥？
神掌管人的生命，对吧？啊，你的生命就在我的手头，我要让你活在那，你才会活，我若要让你死，你是有哪无地走哦？规家伙拢甲你抄家灭族哦！安尼我唔是神，若无上是神，对。所以安提阿哥四世伊就以家己做神，哦，主歌主台关过一切，哦，所以其他遐神明伊嘛拢无放伫眼内，其他神明的庙伊拢遐抢，拢遐抢。这就是伊的模式，这就是伊的模式，哦，啊，所以伫这大家咱看到，哦，这安提阿哥四世吼，伊就是安尼啦，哦，伊就是安尼。哦，伊啥物都啊无要义，都无咧顾虑，因为我就是神啊，我就是神，哦，是恁来惊我，我唔免去惊啥物，啊，我要安怎就是安怎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啊历史上安提阿哥四世伊所表现出来啊，这个第一关。啊！但以你以上中间，以所看到，以所看到，啊！啊，咱会知啊，先讲到这，啊，咱来唱诗186首。我昔日心贪婪，说是千百惑，但心阿弥陀中，作罪恶罗波。耶稣乃是王，美哉恩无边。我回家乡，我家乃在天，我家乃在天，我家乃在天，占据此位的女，我家乃在天。说拯救我上次安慰，财神灵感化我，帮助有安慰，主教训最尊权，阴虚也决绝。荒野路途很难行，当道主哪能受，患难本天成。当道不标杆，莫一直向前，尽快到我家乡，将来在天，我将来在天，我将来在天，占据此我的你，我将来在天。